森林从来不是静悄悄的，它持续吸收阳光，提取土壤里的养分和水分，把这些能量储存在根茎、果实和树叶里，然后释放出来为万物所利用。而森林涵养水土，调节气候，创造的环境不但是水栖生物的家园，更为无数生灵提供了安居栖息的必要资源。林木植物更以肉身供养，大方地把它从日光、空气和水中储存下的能量分享众生。众生中，人类从森林所得最多，却也因为自身的发展所需，对森林的伤害最大。因此，护林造林成了人类反哺森林，更是自我保护的重要工作。基于这样的概念，人类造林的观念也从林木的经济价值转为维护自然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森林的永续经营。于是林务工作人员以造林修补大地的伤口，防风定沙，稳定海岸线的地质和水土，同时更要适地适木，让原生多样的树种重建自然原本的形貌。这是人类为了获得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安全的食物、适宜的气候以及足够的能量必须进行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听起来似乎艰巨伟大，其实只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台湾是绿色的福尔摩沙，从汉人大量移垦之前，台湾从3000多公尺的高山到海岸平原，都在郁郁苍苍的森林覆盖之下。即使是现在，台湾的森林面积仍然有200多万公顷，占全岛面积的58%以上。然而，台湾的山高地陡，地震频仍。每年的台风季节又常有密集的大量雨水，造成不可预期的灾害。光复初期的87水灾，近年来的921大地震、72水灾，都在土地上刻画出深深的伤痕。要修补这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创伤，甚至避免下次的灾害，都需要具备新观念的造林工作。台湾的森林大概以往多以经济这个目的为主要的条件，那我们造林都是采单一树种，红块啦、扁柏啦，尤其60、70年代种的相当多的日本柳杉，现在已经到了相当大老的差不多可以砍伐的时期啦。那我们现在的世界潮流就是以这个生物多样性永续经营，所以我们造林的工作都采复成林的方式来造林。造林的工作我们可以分成高山造林，还有山坡地造林，还有平地造林，还有海岸造林，海拔1500公尺以上，大概都采自然复育的方式，除非它有特殊的情况，没有母树在那里，所以我们当然用母式自然复育的方式来造成它的天然林。那平地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一般民众来参与，或是说用山坡地造林、奖励造林的方式来鼓励造林。大体而言，新的造林观念应是高山以保育为先，坡地进行复育，平地和海岸地区则造林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为了生态重建和永续利用，树种的选择也将以适地适木、台湾原生为原则。我们这边是软软苗圃，它的面积大约2公顷左右。那最主要这边的培育的苗木是提供海岸造林的，跟那个社区绿美化的。海岸的树种像潮海桐、黄槿、琼崖海棠、木麻黄，或者是那个男女罗汉松之类的。那绿棉花树种有包括
茶花啦、啊、桂花啦、啊、杜鹃啊、含笑花、啊，还有山樱花也有，就是树种种类蛮多的。是。那我们现在看到它栽培的方式，好像是用这样黑色的这种胶盆，一盆一盆的。哦，对对，一般我们，造林的树种，它有两种的方式，培育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容器苗，我们这个容器苗，这个是塑胶软钵，另外一种是罗根苗。罗根苗就是我们种子播在床上，等它苗大一点以后，我们就换床，换这个床以后，让它成苗到大概30公里以上，我们再出栽。那容器苗的它的一个优缺点是怎么样？容器苗最主要它能够带土，而且它将我们如果把这个苗移到现场的时候，最起码它有基本的养分、水分，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好，那如果罗根苗它拿起来，土壤都松掉，都没有土壤，而且也没办法保水，所以它成活率会降低。裸根苗也不是全无好处。工作人员从苗圃中拔出裸根苗，会先修剪老根，以利新根的生长，提高成活率。而不覆土的裸根苗在携带上也较为方便。造林前，工作人员通常是一大早就到苗圃，先为苗木洒水，让苗木处于保水状态。这样，林木在运送过程中比较不容易弱化枯死。而苗木一旦离土，就必须尽快种植。这些在苗圃中备受呵护的树苗，于是快速装车，送往人口密集的都会周边，发挥所长，为人类创造更美好、更安全的生活环境。这里是台北市的四寿山，有块受伤的土地正等待这些树苗协助修补。主任，我们到这边哦，就很明显看到这边是一片很开阔的一片山林哦。那这边是我们今天要造林的地方吗？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造林地哦，3006的保安林。那我们93年接回来之后，在94年就开始要造林。这个地方离市区特别的近哦。那这边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边原来都是那个绿竹跟那个槟榔。那所以我们收回来的时候，就是把槟榔跟那个绿竹砍掉，重新造林。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树种只有2年的时间。那我们收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种很多的树种，包括台湾栾树啊，那个青冈栎啊，还有我们看到的有杨梅啊，那还有青枫啊，很多树种，把它营造一个多样性的一个林带，相信在5-6年之后啊，是完全不一样。可能下次来这边就是有森林了。对对 对, 對，那可以让更多这个市民又来这边从事一些登山健行的活动。对对对对，是，那是没问题的。所以那待会树要种在大概哪里？这边都可以种，真的可以哦。空隙的地方就可以种。我们今天造林的方式叫做横坡造林。横坡造林。对，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横带的。那种植的地方我们称为植沟，譬如说我们这一个每公顷种1500棵，那我们株距2公尺，那它的行距呢大概3.3公尺，所以这个都是有规范的。这深度大概是多深？深度大约40公分。那像如果说我们现在树已经种好了，需要浇水吗？没有，在天然的林地里面，我们是不用浇水。是不浇水的。不浇水，所以除非是像社区或者公园，它有喷灌设施，那要不然我们在林地里面哦，通常就是要选择栽植的时间呢，我们就看阴天，或者连续会有几天的下雨天。所以在台湾的东北部，大部分都是在每年的，就是中秋节过后，一直到隔年的这个清明节之前，这段都是栽植的季节。造林并不是想象中把树种下去这么简单。离开苗圃的苗木，就好像离开父母的幼儿，得接受另一个阶段的抚育。早年的造林规范，早期抚育是6年，现在则延长为9年。
苗木在9年的义务教育中，会接受林务人员每2-3个月一次砍草切蔓的照顾。9年之后，苗木毕业，进入职务社会。这个时期需要后期抚育，得接受社会规范，进行修枝或者疏伐。接受义务教育，又懂得社会规范，才能成为堂堂正正的大树，担负起水土保持、净化空气，甚至提供人类休憩的重责大任。在森林中，瀑布和激流的温度较低，和其他地方形成温差，引起空气对流。当空气流动吹过水滴表面时，周边的水雾微粒就会产生大量的负离子。同样的，树荫的温度也比周边的温度低，也能产生对流跟负离子。当负离子和林木散发的芬多精结合，可以镇定人体的自律神经，对身心健康都有帮助。人们在充满芬多精和负离子的森林中快步走、深呼吸、静坐冥思，就是森林浴。今天天气不是很好，风还蛮大的，又下着雨，感觉是在海边的第一线呢。对对对对。那像海岸造林来讲，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跟海岸的造林都有关系嘛，这些设施。对对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我们前面海到这边的这个距离哦，对，大约50公尺左右。那这个我们称为就是第一线。第一线。第一线。那在海岸林的营造里面哦，第一线我们通常都是先用。对沙林，也就是一般讲的定沙。哦，定沙。哎，对。可是目前感觉没有看到有任何植物在这边生长啊。对，所以你看，我们看到都是沙子啊。对。那我们营造的时候，就是这个沙子的部分营造起来，你把这个定沙林固定以后，我们看到是高度在1公尺。对。那等到半年、一年之后，里面沙子比较稳定以后，慢慢的有些植被，比如说马鞍藤之类的植物、爬藤类的植物，它就会长出来。如果它已经地被都长出来了，在第二线的部分我们再种一些灌木或者乔木。哦，所以在海岸造林来讲，它算是有一个顺序，而且是有一个层次的感觉。对对 对, 对。主任，我们在这里面呢，感觉真的差很多。刚在那个海边的风很大。哦，对。那我们进到这个竹篱笆里面，感觉风就很小了。所以其实我们身历其境哦，才知道说这个防风篱的作用。哦，这个是防风篱啊，这个叫防风篱。那像这个防风篱，它的高度我们一般是用2公尺高度。那我们看到它的材料，这个是这个就是那个孟中竹。哦，粗的这是孟中竹，那细的呢？桂竹。哦，细的是用桂竹。那它最主要作用就是说防风跟定沙两种最主要功能，就是风来的时候它挡起来。对。那再来就是有一部分是定沙，就是它挡着。风沙它就会留在外面，所以这个树木我们种在里面的时候就受到保护，但是它是有个期限，就是2年、3年它才能够坏掉，或者台风大雨大风来的时候，它会吹倒，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会在补修。而且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在防风篱里面的树啊，已经长很高了，像后面的木麻黄已经长差不多有3公尺多了。对，表示长很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哦，就我们现在走这一片啊。这个树木感觉它已经很茂密了，而且长得很好哦。在台湾海岸造林是很辛苦的，不容易成功的。对，尤其是像澎湖那个，几乎都是要造，已经将近都10几年都要造林，都不容易成功。那我们看到这一片，在我们造林的理论来讲，应该算是造林已经成林了。所谓成林，就是它的成活率几乎都已经将近80%以上。那我们这个造林是93年造林嘛，今年是95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片树大概已经是三年了，将近三年，所以它已经经过三年的这个大自然的考验了。对对 对, 对，尤其在这个东北角这边，像你看现在这个东北季风来这么强的时候，对，就说它还能长起来，所以表示算还蛮成功的哦。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片，像这个是木麻黄，哦，那我们刚才看那个是黄锦嘛，哈，嗯。那个是草海桐，对，最起码有三种的树种，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人的营造是以多样的树种来做有城市感，嗯，哦，我们叫做护城林的营造，嗯，护城林就是说有乔木有灌木，哦，那虽然是同一点的，但是因为每种树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像我们看到那个草海桐，哦，当然它也是可以成乔木了，哈，嗯，那这个木麻黄也可以成乔木，但是草海桐它是属于灌木型的，嗯，哦，将来五年、十年之后，它的灌木、乔木就有不同的层次。台湾四面环海，海风延雾随着季风向本岛吹袭。早年海岸的开发不多，有一群海岸植物在第一线护卫，人畜作物还可以安然生息。如今则需要林务人员费尽心血，重建海岸的新防线。过去海岸造林以木麻黄为主，但木麻黄大约20年就会老化失去功能，新的造林观念则以多样化的植物创造趋近自然的复层林，防风定沙之外也比较不会产生病虫害。这片造林地经营不到3年，民众已经向林务人员反映寒风弱了，风沙也少了，看来东北角海岸的前线阵地已经逐渐稳固。树木具有浓密的枝叶，柔软而粗糙的树皮，甚至土壤的细微孔隙都有助于阻挡噪音的传递。根据实验，10公尺宽的林带可以减弱30%的噪音，20公尺宽的林带可以减弱40%。如果在马路两旁种上行道树，不但能形成遮荫，还能阻挡噪音，改善路旁住户的居住品质。树木不但是都市之肺，也是天然的消音器。离开东北角的海岸造林地，越往台湾的中部行进，空气越显干爽。过了台湾气候分水岭的3亿火焰山，台中市有一处地质和火焰山类似、土壤颇为贫瘠的丘陵大肚山。这里造林的需要和遭遇的问题和海岸地带完全不同。处长，我们现在看的对面的山就是照片中的这个地方吗？没错没错，这张照片是在几年前照的？这张照片，啊，是我们在1991年3月份，造林之前，啊，照的，嗯，哇，那现在看的感觉跟照片落差非常的大，非常大非常大。在照片中看这边是光秃秃的，光秃秃的，对对 对, 对, 对，都是感觉都是一些草，对，那现在已经看是整片森林了。没错，嗯，没错，我们在1990年桃子台风过后以后啊，嗯，我们整个台湾受到重创，嗯，那个时候政府觉得造林哈，啊，是有需要的，那么在1991年的时候，我们就行政院发起了一个叫做用树根牢牢抓住台湾土地，嗯，一人一树的植树活动，那么这个部分呢，在我们中部地区啊，我们就选择大肚山，嗯，在这个万林段还有山阳段这个土地，那么我们透过县政府的同意哈，我们来帮他造林。那么这个部分呢，全部的面积大概有100.01公顷，那么这个部分呢，原来的都是一些大鼠草、一些不毛之地，而且每一年呢，都会造成一些森林火警，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困扰。那么后来我们就决定选择地方来做一个植树的活动，嗯，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选择了耐贫瘠的树种，像相思树，还有台湾栾树等等的。整个大肚山来讲，在100多公顷已经可以说是绿叶成林了。那么成林以后啊，现在山上哈，原来是光秃秃的，没有人要来的，那现在有树林以后，那么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爬山，
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台中市近郊大肚山山脉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登山步道，一个登山的一个地点。森林的油气功能在这个新兴的景点可以获得验证。四年多的时间，这一带已经从人们不愿亲近的土丘莽原成了大台中人爬山践行登高赏景的地点，甚至林木茂密几乎遮蔽视线。也许再过几年，林木演替成更成熟的森林，这里会成为溪水潺潺、鸟语花香、野生动物进驻的都会森林公园。另一个展现造林成功、创造优质生活环境的例子就在澎湖。澎湖的玄武岩地形使土壤发育极薄，季风劲吹，难生大树。近年来竟然也有绿树成荫。副队长，哎，我们来到澎湖啊，第一个印象就是白沙滩、碧海蓝天。可是我说，像今天我们走到这个制高点，一看这个四周啊，其实感觉就像一座森林绿色的岛屿。真的，当澎湖呢，并不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自从那个澎湖造林工作队成立到现在15年以来，这个可以讲说已经开花结果。以前澎湖的印象大概就是草木不生，那个风沙这个飞扬，所以经过我们这十几年来的一个造林的结果，现在已经可以算是一个海岸林的一个森林公园。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在下个15年能够再把澎湖这样现有的这样一个基础呢，再把它推广成为一个那个绿色公园。我们这样一路走进来哦，感觉又不太一样。不一样了。对啊，这进来的话，就感觉这树木真的已经是非常的高大了，而且非常多种类，感觉还蛮舒服的。在这里就没有，就会改变掉以往拿到澎湖非常严重的感觉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柳南洋山啊，还有台湾海藻。还有结合黄金，我们所谓的散秧，这些大概有十几种的这个树种呢，在这个东卫林区这边已经长大成林。这是我们的小叶南洋山哈，那小叶南洋山它的成长哈，已经突破到以往对澎湖的这个树种的选择一个瓶颈。我们常常讲说澎湖好像房子有多高树就有多高哈，但是这个南洋山哈，它一定在十几年来它已经都突破了这个房子的高度，它弹性的特别好，那生长呢，这个又特别的耐旱。那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树呢，它有树脂，所以只要这个盐分呢一清洗或者什么，它又有自行愈合的这个能力。所以用一个经验的法则来看，我们认为它现在是适合澎湖生长的主要的树种之一。小叶南洋杉原本是园艺树种，民国75年有两个台风由台湾西南海岸登陆，云林一带的海岸林都因强风沿海而死，有个苗圃里的小叶南洋杉却活了下来。林务人员获得启发，经营多年的澎湖造林终于有了突破。想象一下，澎湖如果有森林，蓝天碧海，渔获鲜美，那会是什么样的海上公园？种下一株适合的树，种下的是无限的希望，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蔚然成林。